9月27日，有媒体晒出王思聪带着四位美女吃饭，却没有带上女友小雨，迅速引起网友热议。画面中，王思聪穿着普通，和几个美女在一家高档酒店的餐厅里聊天。他说话时，美女们都很专注地听着，笑容满面，看起来很开心。吃完饭后，美女们先走出酒店，在门口等王思聪。王思聪在结账时低头看手机，其中一位美女还对他撒娇，抬头看他，像个调皮的女朋友。但王思聪没理他，只是拍了拍另一位打电话的美女的肩膀，然后带着他们离开了。他们之间的关系让人摸不着头脑。王思聪走出酒店时，还做了一件事情，他突然用手指头在嘴里剔牙，完全不顾自己的形象，和霸总的形象相距甚远。有网友调侃，如果他不是王健林的儿子，而是个普通人的话，他的长相和举止会让他一辈子找不到对象。另外，有网友发现，王思聪和女友小雨已经很久没有一起出现了。他曾经带小雨看演唱会，还让她住在自己的豪宅里。有人猜测他们已经分手了，对此你怎么看呢？